非常高，你好你好你好，特别好，难怪走到了一起啊。对对，欢迎两位。两位呢，就是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你们的家。其实一个词儿也够，就是混搭嘛。你看啊，阿三他们家是空，叶曼他们家是阳，嗯，这他们家是混。混。对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他们的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千林，是个摄影师。大家好，我叫董英雄，是跟他搭班干活且过日子的广告导演。这儿也是我们家。这儿还是我们家。不是，它是按颜色，按颜色分的。不是，有黑的、白的、绿的、黄的、蓝的、绿的、紫的。你要开始了，印象啊，大概有几个啊？有五到六首歌吧，差不多。对，其实一共是有五种风格，啊、然后五到六首歌吧。两个居室加上客厅、厨房、厕所五个地儿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我们的休息区是新中式的，厨房是北欧风格的，我们的卧室有一点法式乡村，对对对。工作区是工业风。你们家世界公园是吧？就是。我们的儿童房是卡通的风格，差不多五种。就你们现在房间的每个区域都是不同的颜色，这个是基于一个什么考虑？比如说工作区啊，或者说是那种休息区啊，它最好还是有一个特定的氛围。对，然后是用颜色把这个氛围营造出来。这跟我们家一模一样，我也是，我不同干不同的事儿，颜色就不一样。是吗？我写歌那个屋就是那个湖蓝色，因为我看见那个我就能想象力丰富。对，然后有一个我那个小屋就是黄色的，然后我觉得黄色可以那个让我觉得特别开心。我们家客厅是那种造起来的那种范儿。然后每个地儿不一样。